民国五十年，西元1961年，岁次辛丑，正式请建了正统鹿耳门圣母庙首颗香教，至今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每逢天干、丑、辰、未、戌年，举办3年1颗的香教大典，如今已经成为是南台湾最负盛名的妈祖庆典活动之一，也是全国北中南妈祖信仰当中的一大盛事。然而，台南土城正统鹿耳门圣母庙香教不仅是鹿耳门妈香，其中也蕴含了五府千岁教。香教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寓意深远，其中五府千岁教也有其传承的典故哦。妈祖的出巡，伊算出巡呀，阿舅伊就算讲咱迄个大千巡狩，伊这意义巡狩应该爱站的就爱站，啊应该爱放过的，啊放升过的要升过，我伫遮。现在伊内底最主要吼，那老古早吼是伊爱十二碗大菜啦，因为老古早的含汁嘛。已经有差，但阮内底版本吼，内底的迄落十二碗大菜，我是已经无记录啦，无伊迄内底拢，一个大菜内底拢有伊的意义伫个啦。我负责内底吼，迄落冰堡，咱迄落新界吼，冰堡新界这边只吼，迄落做较什么什么的大路，啊，咱的百姓爱注意什么，遮的神桥爱注意什么，神明爱注意什么，阮拢有。本文啦，哦，啊，阮搭出去拢伫迄个王府外，大王府外，搭伫王府外，啊，所以呢，我的职务是伫遮，啊，做了我也嘛爱禀报千岁爷，啊，我嘛爱去禀报一天内底，哦，做了有哦不周的所在，办理不周的所在哈，拢爱开一下出来。这个燕龙的时阵，就是讲，伊多一颗石来讲吼，算讲伊的任务完成哈。啊，咱办燕龙就是请千岁爷，咱算咱信宝吼，天龙信宝诶，一个办请咱千岁爷，吼伊上天庭去交旨，啊，算讲做地尽着地主之谊啦。好，这意义就是这。今年是咱人生年吼，咱的吉安三年一颗吉安建造吼，啊，咱的圣母庙会当讲是啊，伫咱地方上啊，对着咱宗教文化推展啊，以及着咱整个观光的啊，这推展吼，大概会当讲是啊，非常的灵动啊，所以伫咱利用着咱这个啊三年一颗的吉安建造当中，咱嘛希望借着这个机会啊，来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嘛希望借着啊咱这个机会。予咱整个啊，这个圣母庙的这个神威显赫，也会当讲，予咱的整个关公庙宇的名声，会当透遍咱全世界。我相信啊，全世界拢知影讲，咱有台湾第一关公庙宇，就是咱的土城啊，咱的圣母庙。啊，相信嘛，借着咱三年一课的吉安建设，咱希望会当带动着咱地方的发展以外，嘛祈求着咱整个咱台湾每一个人民，拢会当平安顺遂。土城正统鹿耳门圣母庙香教，仍在祈安绕境队伍的路线行程，每一天都不同。因为大台南地区幅员广大，依照惯例，必须先按照事先的安排，规划一整套完整的祈安绕境路线。鹿耳门妈的慈悲恩泽，才能够广布遍及大台南，前行大德们也才能够同沾法喜，共享福慧。正统鹿耳门圣母庙香教，除了清晨6点出香的时间相同之外，每一天的香教路线都不相同。
在第二天，狼灾祈安绕境队伍会行经有功的路线行程，依序是土城无极王母宫、飞凤殿、四草大众庙、镇安宫、盐田永镇宫、海尾朝皇宫行宫、海尾朝皇宫、代天宫、本渊寮朝兴宫、农场寮神农宫。家里正天宫是对迄个土城啊落去嘛，妈祖才欢迎过。啊，阮妈祖嘛有指示，吼、哦，三冬一届登来客座，一定爱礼数周全，吼、哦，爱较有爱较庄严的，袂使迄个乌白来。所以讲，阮会当招国友宫的人来陪圣母，登来甲土城啊妈祖拜拜，嘛祝迄个土城啊落去门，即届的香客会当圆满成功，谢谢。吃不西江啊，吃遍哩，吃不到西江啊。啊，离开西江，才过来盖二店嘞。阮之前西江就难得过来啦。阮就吃不到西江啊吼，阮就树仔甲，吃树仔甲，树仔仔啊吼。树仔甲难得过来，我来到来挂嘞。你看这个变化，它变得就较水啦。阮这七七二二哦，阮这一个啊树仔甲吼，拢去钓起个钓个鱼嘞，阮吃嘞钓嘞。我这些这些个冬至还得，伊爱得变化，也水啊，啊水啊，就咱爱钓起哩。像阮话因三十几个，那最近北部拢三十六个，三十二个尔啦。啊，三十二个，即马较低个了吼，即马遐就白个，遐免就无落啦。吼，啊，那咧顶头咧拖就爱落啦，安尼啦。深具地方民俗特色的白鹤镇。据闻是全台湾仅剩下的两镇，均位于台南地区。一为树子寮的白鹤镇，另外一镇则是柯寮角的白鹤镇。两镇情谊匪浅，是众所皆知的白鹤兄弟镇。我四十八年离开的啊，啊离开。过到阮就有三冬啊，生肖，五十年生肖，阮50年啊生肖，啊伊离开哦，虽然全爱有两颗来，啊三个啊生肖，啊三肖加之前拢生肖袂变，生肖18冬18颗啊啦，啊我先即摆啊煞着叫人讲爽啊，啊若时间到到过木集来，时间到到七过来去训练啊。我那是许挂了吼，啊，完了回了啊，就来解散了。是平均，哦，阮这边较少人，较少人拢较少年家，啊来用一，但是啊，四五十岁嘛咧用的哦。你你啊，那你菜店鱼仔头鱼尾也袂够呢，也袂透。伊啊，你头尾许个壳，阮咧歹换啦。我们人家塞木那个鱼壳啊，挖了起来，人家拢放，拢放啊，放的啊，当初是也个会塞啊，那河啊拢放的，你个太歹话，我个人落粉啊，就起先落粉，人才袂去开塞点钱，粉钱少要落粉人，到尾一群人嘛，粉人危险，你一群落粉人哦，一串哦，啥子断不掉，啊，就了了粉人了粉人。啊！教训人家，怎么也来得不紧。
咱进步庙就较无迄个生理的行为，无去啊做一寡咱周边的物件。啊，当然就是经过咱妈祖的坐地，啊，咱伊的这个红条啊、红布，啊，咱嘛要真珍惜啦吼。啊，咱就甲跳安尼一条细甲条啊，啊，互咱大家亲像咧保身符安尼随身。啊！你敲倒摆嘛好啦，当个北嘞啦，倒台拢可以啦。这个是咱妈祖坐地的红条。啊，搁一点是讲妈祖的这手巾啊，妈祖的手巾啊，传说中以前日本时代咧战争的时阵，日本人伫顶悬咧弹布弹飞弹的中间下底，那像有人摕手巾啊，咧甲接飞弹。阮庙里去看妈祖的手巾啊，真啊破一空，吼、哦、破一空。啊，所以讲以后的时阵哦，那讲这个要取这个手巾啊，足无简单啦。爱加薄杯、薄衫的绣花，吼、哦，啊，你足新鲜新鲜，要加取啊，较有当取到这个信物安尼啦。这是妈祖啊，专线的时阵，咱妈祖为咱罗尼门信物庙妈祖有些特色安尼，吼、哦。因为咱来保护咱这国宝级的，诶，这个妈祖的金身，啊，所以两脚卡咧，就无法当两脚卡啦。啊，所以人家的善男信女就真内行，啊，将我的衫，啊，都在扫香炉、扫料的人，就摆好几桌，啊，让妈祖的轿安尼过去，亲像咱咧软轿卡的意思。这个妈祖的这个大印的时候，啊，登伫咱的这个阿妈棍啊家，这登落去，吼，三更难卖洗的时候，吼，真正运气，咱讲非常的好，吼，去买乐透有可能拢会中啦，吼。所以讲，足侪人拢会去排队，要人登这个印啊呢。哦啊，这是原来咱的特色哦之一安尼。阮今年，阮阁有妈祖的平安卡片，或者阮做15,000张，啊，15,000张，我落来分做三工嘛，一工5,000，但是拢无够啦。哦，啊，我毋忙，咱后一科。过来啊，增加，予大家信徒，搁较侪信徒会当去所处安尼。哦，这拢是咱每一单挂香，哦，这仪式，阮拢无断，拢保持安尼咧进行，保持安尼咧做。上工程呢，由成立到即嘛，差不多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啊。啊，因为较早的农业社会呢，咱的家己的庄头吼，为着吼要有一个组成一个抵抗外来吼其他的庄头吼外来力量的侵略。啊，较早的农业社会呢，大家时间嘛拢会较好些，时间上拢较会拄好。吼，啊，了训练，当然，恁阵的训练吼，拢有确实。啊，因为即卖演变到即卖呢，即卖已经是工业社会啊，啊，所以即个上工程呢，就是大家吼，较无像较早的农业时代，遐有时间人训练。啊，所以咱就是拢用每工的暗时，差不多2个月来的时间，大家来加强训练。咱一般上工程的人员呢，嘿，正式的有业家师落去训练的。一般是38个，吼，当然38个，其中有某几项较等于讲吼，某几项较
就是因咧操练会较辛苦、较忝的，当然一定爱有人听话，吼、哦。啊，所以其实基本上有牙结石的是38个，啊，包括哦牙迄个巩固的啦、巩落的啦，吼、哦，包括一寡听话的人员，一般讲还差不多有50个人，平常时啊训练头有50个人，吼、哦。啊，至于伊若要出电器呢，当然爱佫佩戴一寡附属的人员，吼、哦。你譬如讲，包括放炮的啦，包括个长机的啦，种种的，个战机的啦，一般出阵拢差不多爱上少需要70个啦。一般的观众咧欣赏的，就是讲，第一就是爱欣赏伊的整体性，哦，整体性是毋是有一致，哦，表演起来的动作是毋是有一致，哦，啊，第二就是伊的力，哦，力大个各方面的力是毋是拢哦出了迄个力表现了有出来。哦，袂，我感觉是一种花前绣腿。第三就是伊个眉角，哦，就是伊个眉角。咱有力了后，一定要有眉角。每一个动作出去，应该搞到，就是爱搞到，就是爱固定啦。哦，啊，搁落来就是速度，哦，因为就是一定有力跟速度，加起来，靠迄个眉角较走会出来。一般吼，阮个上工程啦，咧从头表演到尾啦，一般拢差不多需要2点钟的时间啦。哦，整套表演完差不多需要2点钟的时间。啊，不过呢，因为香蕉吼出香出嚟，吼、哦、迄、那个香灯啦、灯头啦，啥物非常的多，所以吼、哦，阮到每一类所在咧表演，拢会采取重点式的表演。哦，无法度人反整套做表演，因为安尼落去吼，会影响规个灯头真侪时间。啊，所以阮一般拢出嚟拢会采。哦，采重点式的表演，即几工的香蕉啦，以阮上江镇、甘西镇、白河镇这舞镇来讲，事实是大家拢真辛苦，因为阮每工就是等下到大庙，吼、哦，当工的迄个结束，等下到厝拢已经差不多爱一两暗时啊，一两点啊，隔工拢差不多4点半、5点就爱集合吧，连线这3-4工的行程就是凶安尼。啊，当然即几工出去，大家拢真辛苦、真忝，不过只要有练舞的人，吼、哦，伊感觉到迄个气氛到，观众来啊。哦，伊个精神，迄、那个忝已经都拢袂起去啦。伊就是将全部的精神、全部的力量，专注伫这边啊，表演好上好的，为平常时啊训练的所在吼啊，表演上好的出来，互观众欣赏。啊，所以伫迄个时阵，因虽然真忝，不过因会袂起去将迄个忝、将迄个疲惫吼，会完全放下袂起去。一心想要表演出上好的，互观众看安尼尔。这队员拢是安，队员一般的心态拢是安尼，大家拢有一个正。拢有一个荣誉心，有一个向心力，伊嘛拢希望伊伫队里表演上好诶，啊伊嘛希望咱队里比别人诶队搁表演了较好，啊所以因虽然足忝，伫精神上、伫体力上因虽然真忝，毋过有当时啊碰到只要需要因诶时阵，因会将遐忝先放一边，将上好诶表演出来互大家看咧。土城本身有3阵舞阵，啊因为阮就是3档科诶乡少，啊阮即3阵舞阵为着配合阮大庙诶需要，所以阮即3阵舞阵。哦，不只是阮上江镇，包括因金西镇、白河镇嘛，同款，大家拢全心全力来配合阮土城交通农业门市目标的乡镇，所以大家吼，拢是不遗余力啦。吼，你工作上即是需要工作啊，暗时啊，大家嘛真辛苦，拢来参加这个训练，吼，为着就是咧配合咱土城啊交通农业门市目标的乡镇。胡伟辽、宋江镇力与美的艺术展现，尤其在空手搏击，也是这些宋江镇练家子口中所说的扳手项目上一览无遗。双人对战，拳拳到肉，全部都是硬底子的真枪实弹操练。现场的演出极具临场感，非常的好看，也获得了在场观礼来宾的热烈掌声。在训练的当中吼，你要讲安尼轻轻甲带过去，迄个力吼，迄个力道、迄个速度、迄个美感就完全走袂出来。所以有平常时啊开始咧训练的时阵，一定就是迄个力得爱吼得爱出来啊。啊，当然咧训练的中间，大家受伤的人事实嘛真侪啦。吼，啊就是讲大家就像头拄我讲的，大家为着吼要将上好的表演出来，佮听大家嘛拢会忍耐啦。啊，你即阵就算听大家嘛会忍耐啦。哦啊、所以讲，伫训练的当中，吼，大家是主动真正出外咧认真表演，因为你要用种心态，吼，你要用种上好的训练方式，从平常时啊就表演出来。你讲到临场要表演上好出来，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因为阮咧训练，当然，阮真较无啊，像较早的农业社会，吼，有因有遐长的时间能训练。
因为六个月已经浓缩到剩两个月啊，啊，所以伫这两个月来，阮要做六个月的工课。哦，啊，当然训练开的，我当然我当然较早的农业社会那些老前辈的都比较啦，当然感觉上是要交代的过，不过若要跟阮那些老前辈比较开，阮是要搁吼，真正是真需要加强啦。香教举办至今已经有十多颗的历史了，香教期间有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香教神迹为世人所称颂，其中有一件是发生在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千佛殿内，时间是西元1999年9月21日。人迄个时阵，咱台南市的市长是张灿宏，啊，大家拢讲啊，已经这个九二大地震啦，各位拢受伤真济惨重呢。哎，啊，张市长，你却无倒去关心恁台南市进现在进度如何呢？咱张灿宏市长啊，我伫咱的新闻媒体咧，安尼甲看到，咱张灿宏市长出话讲，无要紧。啊！咱台南市住即个鹿里门，正好鹿里门的信物咧，去定伫咱台南市的市中心，所以九二一地震，会将咱台湾全省啊，咱台南市完全无大灾难，尤其特别就是咱信物庙的第三栋、第二楼，就是咱千佛有1036尊的佛祖。有的是用徛的呢，伊迄个坐底是世界啊尔呢。但是这个九二地震遮大个，啊，遮不做惨啦，全去跋啊规涂骹啦。我是一时心肝头啊非常烦恼，但是迄个时阵也已经深夜啦，庙门拢关啦，嘛无法度人来个看到讲这个现场是如何。到九二。迄、那个早爬起来了后，我原来依照惯例，去提早来到咱圣母庙上班，赶紧到咱大师殿啊，去遐查看，看遐佛祖跋落来无啊？哎，真奇妙，逐仙都徛较好，拢无跋半仙落来。哦，所以我一个心肝头嘛真清啦。啊，感觉我咱尤其体会讲，这神佛啦。啊，自然伊迄个有本领啊，手甲看咧，伊家己嘛去顾伊家己安全咧。哦，所以即个种，即个身份吼，有当时啊，要庇佑万民都啊，伊嘛要保护伊家己安全。所以，要互我去见证，讲伫九二的即个大地震的时阵啊，咱大树顶只佛祖拢无跋落来，即个互我去感觉讲，即身份的力量哦，啊，保护咱万民。啊，都要保护伊家己，会使非常的辛苦。哦，所以咱这个咱那每三当一颗香石啊，也是普通的树枝咧。啊，会使妙不可言呐，啊，妙不可言，大家慢慢来个体会看有好。全正统鹿耳门圣母庙香教上午6点出香，攘灾祈安绕境第三天，队伍所会行经有功的路线行程，依序是五尾寮、镇子寮活动中心、港子西崇圣宫、济公坛、
青草仑北上尾城隍庙，青草仑紫金宫，沙仑角清圣宫，下十分运圣安宫，顶十分运清安宫，雪甲寮紫心宫，西浦福圣宫。哦，今天我下到了哦，担任这个开了先锋，四点半哦准时，安尼伫这个阮的庙哦，在这个给阮叫这个九转泉关水吼，来点兵吼，啊，伫这个五点十分吼，来准时，由阮下到了尊长吼，来沿路吼拜天哥，拜阮的虎爷吼，啊，沿路到这个正统路里门新门庙，做这个开路先锋的一职。咱今天日吼，都来到咱七股十分村吼，正副正官正副正副，啊，等下吼，咱要现场做这个上岗的操练。哦，啊，等下较有阮的技术指导，哦，咱做详细介绍，感谢，非常感谢。也讲这个正清正名，就是叫做伯爵真人丁啦，啊，啊，这个要升香，吼，咱挂香要升香啊，就一定爱有一点牙工，啊，才会当升香啊。啊，咱这个点头要敬的牙工，拢一定爱做正，因为这只牙工吼，人讲牙工蛇贵，边啊就较清气，吼，咱家的这个神轿啦，点头啦。即水乡的即先生啦，安尼那个路草就好行安尼。因为要出石，一定要夜间先出石，啊，对咱的本身的庙靠山林较出石，吼。因头一棵乡用扛的扛啊足艰苦，啊扛啊足艰苦了，开始就惊着小办法啦。啊，像我咧做里亚卡山车，我爱在利用迄个机会，真多。哎，迄阵山遐嘛，拄啊开始拄啊没收，啊没收的遐物件，就因为地方作山嘛，无当去用遐侪物件来用，老是拢买款山遐工会淘汰的物件出来整理，啊，底下完成个。这下讲个灯瓦阁，这讲有些危险的。这个顶路咧行灯瓦阁，这是话唔知啊，你也知影，迄个伊是灯阁吼，你也伤紧，就是变过。我用机来了后，人家尾手要放，即个吊规只倒倒啊，平啊绑几支拢无敢用，佫经过足侪年，啊看阮安尼用啊大煞，啊但是因吼，因有可能想因佮因的想法，啊有较用较理想，倒咧用也袂少好看，我较看袂少好看。今年有较早要连只食点钟入庙，阮连只庙前吼。就我用手机啊破环啊做一个动作，有人爱买软牙钢的，其实伊买软牙钢的也用用手机啊。哎，西天你做这家的，足声的，足热门的。历年来，为了三年一颗的香轿，百族真人蜈蚣阵均动员参加。然而，阵头的表现手法很特殊，
蜈蚣圈上的半仙人数众多，总共需要36位小孩，扛轿则需要72位大人，总数为108人，所需动员人数甚多，所以3年一颗的香轿大典，通常不仅全家出动，而且乡里间也都是全体总动员来迎接这个盛会。一月刚出来啦，到这个庙，阮大部分人拢在行，你咧看一月啊，刚大约是差不多1-200人啦吼。啊，不过呐，到这个庙啊，我那一挂来，伊就是因呢吼，这个囡仔小弟小妹啊，因咧爸爸妈妈也有用，无咧无人唔免跟的人哦，无有这跟啊，伊拢对了呀，对这个。但是阮到庙拢也有500-600人在顶庙。因那个迄个较早一下讲啊，进拢咧工业工，甚至因咧叫嘛工业工啊，几啊十年啊，吼，对哦，拢变传承下来。晓啦晓，拢啊一代一代，啊大个足厉害。那较未大诶，到国小5年拢要会用字，对哦。啊，那细汉就到伊家己啊，讲即个囡仔感觉伊歌声啊虽然少诶，毋过伊就敢若呢较活骨啦，较有迄个伊就甲装好起嚟安尼，对哦。也免是安尼，啊，拢好不停咧，应该是从1年啊开始吧，1年啊开始就到迄个4-5年，我有阵时啊较细人5-6年也是是啦，安尼。人讲36天官72地煞吼，啊，伊个人话讲装100空杯，但是100空杯伊做一份顶官面的100空杯，啊，阮这正港的就是讲顶官36下骹咧光行多70年，啊，多100空杯。啊，我们到这结束怎啊动嘞？无搁较加，无较减，我照安尼，哎，哎哦，哎呀，哎，以后照准咧体制咧做安尼，唔敢变动。即个这牙疼啊，这是安尼咧。人话拢用物件了，囡仔食。头一生是要互牙工囡仔食，话爱困啊，啊足心急啊吼。话生啊头壳到，哎，迄世间人难要精神，弄过弄袂精神。啊，到尾手吼，人话煞变，伊就干呐。要家下骹边，所以甲偷偷转来食。哎，啊，敢那有迄个感觉讲，哎，敢那食有迄个饭，呾大家拢爱要买吼，敢拢会特别食冰安尼型的。我听讲讲买过去糖啊，佫无买来糖啊，嘿，大家开始拢开过几遍的，哎呀，足感慨。阮是一定爱妈祖观音好听。哎，阮有阮过去有破例，讲邀请。但是迄时俺就含羞要无，交情足特殊，爱就需要我互伊，就安尼破咧安尼出去，过下就拢唔捌啦。哦，迄个就是安那讲，啊你啊要，你啊要食啥甲讲，哦，伊这个一点，你讲，伊若讲讲你啊要食啥，啊甲讲安尼啦，好啦，即种我要食，你我食。但你讲好要食呢，像你遐都无啊！伊讲规个好要食，也无感觉要放尿，无感觉要安怎拢无。干呐，我要食，爱着，我都袂好，因为拄了话音，我也袂好食，啊，食规讲无代志，足厉害。啊，你啊甲讲要尿尿，要安怎就规日好不拢安尼啦。所以讲哦，这禁忌要去，拢莫甲讲啥，面粉好就唔通讲。土城正统鹿耳门圣母庙3年一颗所主办的土城紫香，凝聚了南台湾所有妈祖香客虔信的信仰力量。3年一颗的香轿大典，也凝聚了地方上最宝贵的民俗文化资产。来自土城当地的各式文武阵头，例如青草轮的百足真人蜈蚣阵、郭芬寮的金狮阵、吴伟寮的宋江阵。喝了脚的白鹤阵、沙轮脚清圣宫的八家将等等各式的阵头，从国历4月7日、农历3月17日的第一天开始，
在经过了三天的攘灾、祈安、平安绕境的行程，鹿耳门妈出乡绕境的区域横跨曾文溪下游南北两岸各大乡镇庄头，终于在国历四月九日、农历的三月十九日晚上，即将回到正统鹿耳门圣母庙广场前。鹿耳门妈端坐在大帅主轿内，准备入庙安坐。鹿耳门妈入庙安坐，即将掀起乡教大典的最高潮。因此，热情的妈祖虔信大德，为了表示对鹿耳门妈祖的最崇高敬意，将通往圣母庙的整条大马路铺上了满满的各式炮竹烟火，就是为了帮赞妈祖的恩慈、荣耀与无上的光彩。为了让鹿耳门妈入庙安坐一路洁净，扫香的信徒们也都各自就定位。然而，此时我们发现有些信徒的脖子上竟然戴着像是古时候的枷锁一般，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都还是假。哦，那是什么意思？那意思是讲吼，身体较无好，啊，妈祖慈悲，啊，过假，啊，我甲伊讲要来甲扫香咯。啊，让我身体健康，啊，家庭平安。前几年有生病，然后动大刀，所以我妈妈帮我在妈祖那个庙里黑弯啊，所以我现在就是来帮妈祖扫香咯。啊，妈祖保庇我身体更加勇健，不要再生病了。这个挂结就是讲咱这个善男信女来讲，普通时啊。伊就安尼熬艰苦病痛，医生看看袂好，医生看了无效，也是头路建造的失败，啊，种种的人伊会去提出一个心愿，所以挂家的人足辛苦呢，挂家的人非常辛苦。用一凡人的这枷锁，甲锁哩，用一个锁甲锁哩，安尼，啊妈祖要出庙进前，你就爱提早来遐，啊，甲跪在妈祖面头前，吼，讲你今日来报的啦，安尼。啊！等咱妈祖，迄、那个要出香啊，送妈祖出香完，吼、哦，啊咧，这个任务你要先暂时完成。等咱下昏，吼、哦，妈祖要入庙的时阵，你嘛是着爱过来，甲妈祖迎接过来。等咱妈祖已经入庙，无论妈祖到三点、四点、五点入庙，你拢要等咱迄个时阵完，你才会当将这枷锁锁甲开起。啊，等于厝歇困一下，隔天才过来安尼。这是挂架，啊，搁挂帘啊，有两种，种挂架，种挂帘安尼。三天以来的乡教大典，此时随之主帅教进入的。气凝神，期待着鹿耳门妈本尊让庙方人员引请至二楼主殿准备安坐。楼下的所有虔信大德，大家满心期待，以满怀愉悦的心情恭候鹿耳门妈安坐这一个神圣时刻的到来。这个安坐吼，咱就知影讲，这棵树已经。到家上尾声，啊，已经拢半暝啊。上界可爱就是咱这信徒，
安尼奉上甲妈祖祭祭，啊，阮大家搁来参拜，安坐吼，就是讲一定爱坐甲四正嘛。啊，个咱的妈祖才遐悬啦，啊，就爱由下骹遮的人看甲。会使讲足细正，超甲足好势，安尼，阮较会当讲要求甲非常讲，哎，你坐无正绝对袂使。听了算安尼练了了啊，真圆满啦，啊真成功安尼啦吼，啊也有只奖品安尼拢有咧斗保佑啦，啊感谢庙人讲安尼为着这棵香蕉啊嘛安尼出钱出力啊来斗烧天啦安尼啦。人一般队员拢咪称呼我做教练，啊我事实是会较歹势啦，因为事实伫这方面我无受过正统的训练啦。我嘛是为一个上工队员，吼，就是三当一科的乡长上工队员，一度参加，吼，参加几科了，啊，自然而然，就是较指导一挂较新出来的，吼，新进的人员，而且嘛，感谢阮遮所有好尾了上工队的队员，吼，对咱的支持，吼，啊，对咱好尾了，啊，对咱头先啊正当六里门新宝贝的支持。我讲一科乡啦，吼，阮这位也刚出来，实在是。足受欢迎，啊！我是吼，人啊呐，结果到遐人来讲欢迎到遐，啊！我是我两个够欢喜啊！啊，大家都变成吼，用迄个欢喜的心情哦，人间欢迎的迄个热情，间欢迎的心情吼，嘛感觉化作怎啊安尼，都唔常忝的安尼呢，大家吼够欢喜，足顺，新目标啊，这边啊，对我啊，真正足。听你讲，足关心就对啦，因为阮咧达哥要找，拢足些困难。啊，这边算介顺，这边这棵乡的这个牙工啊，拢由我，这棵乡由我主导出来。我嘛发，我边仔人吼，我包括省委会一挂委员啦、主委啊，遮拢甲支持，但拢签字好安尼，甲签字好。哎，用好势安尼啦吼，有啦，啊，就大家欢喜吼，啊，就庙啊，甲阮斗停啦，吼，新庙甲阮斗停安尼讲，靠安尼，遐尔好势，遐尔顺。这届我感觉这囡仔足配合的，
讲我讲安怎，就安怎要做安尼，安尼较好，安尼咱就较好教，较有迄心得。心得就是安尼，讲因和我诶，啊，我和因咧，感觉大家沟通上，咧沟通的方面哦，我感觉是袂歹啊。安尼讲，我感觉安慰，就是讲这点讲，这科学我教遮遮囡仔，教来我感觉真安慰。伫咱的幼教高背景啊，来自全省以及离岛咧，啊来参加咱这个人生科啦。啊，这个乡亲，像讲大家有目共睹啦，吼！啊，这个文武啊，点头啊，啊，非常的隆重。所以咱今年这个人生年啊，啊，这个乡亲咧，啊，做了会像讲，让咱大家料想之外，大项细项的工作咧，啊，非常的圆满。新目标，哦，咧做酒啊，看乡啊。哦，落你迄落妈祖乡千岁石，即个咱讲是台湾省是上界大、上界老热，顶头啊上界济。而且大家嘛要感谢参与的国光庙，哦啊甘大家看老热，甲阮帮衬，哦诶大德安尼，哦啊感谢恁，多谢恁，祝福恁大家，哦会当哦哪来哪好，大家会当过着无烦无恼的日子安尼，心安详快乐安尼。101年，壬辰科鹿耳门妈香五府千岁轿，接连3天的香轿各式庆典活动已经圆满落幕了。非常感谢全国各界的鼎力相助与支持，也衷心感谢鹿耳门妈潜心大德共襄盛举的付出与投入。台南土泉正统鹿耳门圣母庙，敬祝各位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身体健康、阖家平安。